I gave you my heart. 金逼社爆料，金正贤前女友许瑞芝，两人因电影而相识，进而交往，且疑似操控金正贤和许贤之间事件。许瑞芝确定明天不出席新电影《明天的记忆》VIP 试映会，而许瑞芝和车银优主演的新剧《Island》预计11月播出。韩国网友已经在物色新女主角，韩国网友的反应是觉得金玉彬来演的话可以吧，韩素汐也可以，吴连旭也不错，高胜熙也可以，漂亮，江汉娜也可以，我觉得徐贤也很适合。可见许瑞芝在韩国网友形象已受创，而且当时金正贤和徐贤在时间拍感情戏时有牵手的场面，牵完手后金正贤拿湿纸巾擦手，让徐贤直接被杀片场，全都是因为许瑞芝的 no touch。 许瑞芝三年前已29岁，怎么还会交男友做出这种幼稚的事情？韩国网友帮徐贤抱不平，徐贤当初真的是太委屈了。